但我的视野比较好哎。那你就这样吧，你没差，我就这样。你要睡觉，睡到那里去。这是奇怪角度。回来，快回来！你只是躺着睡觉。我就假装在开赛车吧。不，你连路都看不到，怎么开？香米挖狗。妈妈说那个是香米挖狗。什么东西？香米挖狗。这个里面什么挖狗？背包。背包。